中国我所采取方。鄂本桥，鄂本桥在哪里？傍晚时分从地铁站鄂本桥站出来，只见须子般的立交桥，桥灯从河中升起，河流不能被私人拥有，所以有于此不堪的公共取景。鄂本桥又名江湖桥，莫非这乌合不通的河穴就是有名的前朝川不再流动过长。在镰仓与德川家康的时代，这一带多么繁盛，人流于之，权威林立，武士与一骑擦身而过的人手顶能与泉像猛鹅般穿梭两岸，那是打板上饭的叫卖声，那是横滨的大鱼人。关西与关东地区有着不同的调门嗓音，一般歌声到客泉，如今都成了市区的流血记忆。虽说人是河流的物种，河流正被人类遗忘抛弃，不仅在日本，也在世界各地，不是失去了奔走灵动的生机，就是彻底消失了踪影。在我无限感愁时，一只乌鸦嘎的一声，在暗河的桥灯下振翅飞起。